梦想的召集，让我们集聚于此。我是球场上的 B boy， 不服可以来 battle。我来这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自己，加强训练。大家球场上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明，是你们的主教练。训练营的终极目标是45天之后日本的比赛任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凯欣，主要负责的呢是你们的快乐，你们的健康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大陆，希望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成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ustin。接下来几个月里面，一起加油，让我也成为一个好的教练。然后希望大家多多照顾。我们只会派出10名球员与我们一起参赛。好球！每一次跳跃都是进步的阶梯。好球！卡位，卡位哦！每一条弧线都是前进的轨迹，每一滴汗水都是成长的证明。45个难忘的日夜，不停歇，不踌躇，不后悔，不迷茫。我们肩负彼此的信念、梦想和责任。1、2、3，起身！脚踏实地，奋力一跃，迎接与日本最强高中球队的荣耀之战。我们之前对过3次啊，全输啊，也算是最后一次讨回来的机会了。反正有难同当嘛，我就一起去。在这18岁的夏天，篮板唤起斗志，热血诠释青春，用篮球燃青春。2019夏天，篮板青春即刻上场。